我们今天呢，在妈妈教室练习帮宝宝按摩的技巧。只要每天呢，透过洗完澡的15分钟帮宝宝按摩，不但可以促进就是我们亲子间的互动，然后让关系更亲密，而且同时呢，可以安抚宝宝的情绪哦。等一下呢，就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我们教学喽，记得往下继续看影片。所以两只手臂都是做这个。Embrace Squeeze.